中后里一间观光花市百合花季正式开始了。今年是引进到50种的品种，轮流开花，吸引到国内外真侪游客来看花。游客伫后色的花园内，甲缤纷的花海翕相。后里一间观光花市宣告年度的百合花季正式开始。今年总共引进50个品种，25万丛的百合，利用高温栽培技术，轮流伫园区展示。真的很漂亮，每一种花都不一样，我们也大开眼界了。对，蛮多的哦，这个花真的很棒。我推出了大概有30000朵的百合花，同时在园区里面做盛开哈。拍头阵的有各种色彩 LA 百合以及喇叭花型的白色气泡百合以外，还有市面上真罕见的双色喷点的亚洲级百合的喷花品种。虽然较细丛，花嘛较细蕊，但过颠倒会使表现出伊特殊的质感。我们来自马来西亚，很美啊！这些花看到，很舒服。这边的花是蛮漂亮的，对，因为我们那边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景点，一个花园是这样子给我们来拍照。花季一到每年5月，配合园区边啊金门市万寿菊形成规片6公顷花海，爱花乡亲会当找时间去欣赏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